感谢机械设计独行侠的 1.5 件啤酒，非常感谢，还有以下粉丝赞赏，非常感谢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发几局单挑局啊。这个房主呢开了一个房间名小地图单挑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。这个房主呢开的地图呢叫做雪谷，这张地图呢很长时间没给大家发了。这张地图呢也是一个比赛地图啊，叫做小冰天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地图呢跟冰天雪地差不多，比较小，四人图。然后开局呢，我们先造三条狗把 T 图跑开，对吧？这一盘呢我选的是美国啊，他选的是苏军，因为这个地图我觉得盟军也能玩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地形呢比较复杂，等一下这个伞兵呢可以防守，对吧？也可以丢到那个悬崖上面。然后开局呢先把他家的地图跑开啊，你看这个小红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先路径一下。我们是盟军的话呢，就算没有跑开地图也没关系，等一下可以造个飞行兵跑地图啊，然后把重工甩到这里。这个地图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建筑摆放啊，不要乱摆，对吧？这个建筑摆放呢，你看我这个建筑摆放，我这个电厂兵营呢都是往下面造的。为什么往下面造呢？等一下可以把第三个矿场造到这个下面来，你看到没有？我重工也摆在这里，对吧？等一下就不用拖基地到下面去，因为家里的矿呢比较少，一定要为第三片矿做好准备啊。先出两个牛，这个地图呢如果你打快攻的话不太好打啊。开局一般都是要造两到三个牛，我们是美国呢就早一点出这个空子布啊，因为美国有空子布就有这个免费的伞兵，对吧？然后把这个树打一打，哎，打的这个树等一下就可以把矿场甩到下面去。他停一条狗停到我家，先把这个狗呢给他压掉，然后呢再造一个矿场就可以发展两片矿区了，对吧？我们就不用把基地拖到下面，等一下呢就直接把基地拖到中间来啊，这个中间还有很多黄金矿，对吧？然后造个飞行兵，造个飞行兵呢先打他的蜘蛛，我记得他出了个蜘蛛，哎，这个蜘蛛在这里，对吧？在这里就用这个飞行兵锁定他，哎，锁定他，他一直跑，你看这个恐怖机器人跑的还是挺快的，飞行兵追不到他，跟我逛花园。然后在这里放个矿场把基地拖下来，哎，拖下来，等一下在下面放个矿场。结果这个机器人呢跑得太快了，追不到，他想抓我基地，点死蜘蛛，哎呦没打爆，哦呦，你看这个蜘蛛可以哦，直接就给钻进去了。但是没关系啊，我们是盟军，苏军的话被钻了就没办法，盟军的话我可以造修理车，直接造个修理车把这个基地车给修一下吧。既然我造了一个修理车呢，我就准备去挑他一下，先在这里打开，然后伞兵好了，对吧？伞兵看看能不能降到他家那个悬崖上面，你看他那个地方有个悬崖啊。但是这个对手呢好像玩的还可以啊，他提前做好了准备，在那个悬崖下面停了三个防空车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我这个伞兵丢的那个地方啊还没有降落下来，就被那个防空车给打死了，对吧？所以说第一波伞兵先降了自己家，哎，像降到自己家防守一下，然后出一个矿场呢再把基地拖过来啊。这个打一对一啊，一定要多开发几片矿区，一片矿区呢最好就是三个牛啊，两到三个牛，这样采矿效率比较高。再把基地拖过来，对吧？这个地方还有彩色矿啊。这个对手呢我感觉打的还可以啊，他也在拖基地发展，我看那个卫星就看得到，他把基地呢拖到右上角去了，对吧？右上角呢也有很多彩色矿啊。然后我这个飞行兵呢被他的防空车看得死死的，你看我这个飞行兵想过去偷袭一下都不太好偷袭。先在这里放个矿场，然后把牛车飞过来先吃彩色矿啊，哎，先把这两片彩色矿吃掉。然后这个对手呢造了两座，好像要来打进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坦克也不少啊，他疯狂的造狗，你看坦克带狗天下我有，对吧？你造狗我就不造狗，因为我是美国，我有这个伞兵，我两波伞兵防守不怕你的狗。然后这个头呢是修基地车的啊，
反正也造了个偷，留的也没啥用，准备过去呢偷他一下。他看我要偷他，他就在家里造辐射。你看这个对手观察的挺到位哦。然后我这个防空车呢就钻在角落里，一般呢角落里的视野呢很难跑开，看到没有，我躲在那个角落里，躲在那个角落里，他不知道我这防空车在哪个位置，他走到下面去找了。哎，我直接走这边窜过来，辐射来不及蹲，直接把重工摸走，然后他卖掉了。哎，卖掉了跟我偷掉了没什么区别啊。然后这边来了个辐射想烫掉我这个美国大兵，这个美国大兵不能被他烫啊，我这里两波闪兵，一旦被他烫死了这个兵呢，他就会冲过来，因为他有狗啊。哎，我造一个地堡对吧，我造个兵营把地堡卡在前面，卡在前面呢他的辐射就不敢过来，然后用飞机炸死他的辐射，他又出了个辐射过来，我的闪兵往后面躲。哎，我躲在后面，你敢上来，这个地形呢对我有利啊，然后飞行兵过去打辐射。哎呦，这个防空车好，这苏军的防空车好厉害啊。然后把那个闪兵呢投在悬崖上面啊，好像投在悬崖没用，他有辐射兵。这个时候呢这个对手很着急啊，你看他想打进攻，这条路口呢已经被我守住了，守住了你肯定是进不来，进不来他就想走这个侧边过来，看到没有，走这个侧边过来，我们坦克赶快回防。然后这个对手呢瞬间兵分两路，你看到没有，一定也要兵分两路啊，他想打我基地，这边直接冲到我家里来，我们也分十几个坦克防守，然后在所有的坦克停在中间保护基地。哎，你分兵没有用呀，这个分兵我们能守得住对吧，然后把你这波小规模坦克吃掉，这个对手呢他就打不进来啊。然后我们再造一重工，我也造个三重啊，不造个三重呢你这个出坦克速度啊没他快，有三重我出坦克不比他慢了，他也有三重工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伞兵呢继续投到他右上角去，哎，投到右上角去，等一下我们再把中间这个矿呢给踩了。哎呦，这个对手感觉打不进来，他出高科技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他出高科技了，要造铁幕，先把中间的彩色矿吃了啊，中间还有很多彩色矿对吧，把这个兵营卖掉，卖掉在这里放个矿场，中间还有很多彩色矿，拖两个牛过来，哎，飞两个牛过来吃彩色矿。这下不行了呀，这下我防守他出铁幕，出铁幕的话呢我们就不能防守了，准备进攻。刚才呢他送了一波坦克，这下你的坦克没我多，肉眼看上去我比他多一点对吧，但是他是犀牛坦克啊，不要慌，我们走到下面来，走到下面来先扫掉他两个牛车，然后他辐射要蹲，辐射要蹲，我们分几个坦克去打死辐射。哎，打死辐射，然后飞行兵过来挠痒痒，再出一个高科技，我们也造那个超时空啊，他估计卡了下钱，你看他的铁幕没出来对吧，然后飞行兵过来打你的电厂，你只有一个防空，哎，飞行兵直接锁定防空，打死你的防空对吧，打死防空，这边没有防空了，赶快用飞行兵打他。然后这个对手呢铁幕出来了，他铁幕出来了，我们就不能坐以待毙啊，不能等他的铁幕好，等到铁幕好他黑坦克一冲过来我就守不住，哎，我就分兵啊，然后你过来，过来我就掐住你的头，兵分两路，兵分两路去打他的牛车，他坦克没我多，他越分兵呢他坦克就越少的。哎，我这边飞行兵打你的，打你的重工，兵分三路，飞行兵一路，坦克两路对吧，然后我也造个超时空，你顾前还是顾后，那边飞行兵在打他，他防空过不去，你看到没有，他防空被我堵在这个地方啊，然后过来就掐住你的头。哎，这边飞行兵全部扫光，然后坦克再拐上来打他的牛车，他的铁幕呢还有两分钟，趁你的铁幕没有好，我直接跟你的坦克抱在一起，把你坦克全部吃光，就算你铁幕好了，你的坦克也没有多少可以用了，然后他就直接投降了对吧。打完这一盘以后呢我又进了他的房间，然后呢他叫了一个大哥来对吧，你看那个红色在上面打字，那个红色呢就是上一盘的房主啊，上一盘的房主在上面观战，他为什么观战呢，因为他的大哥来的对吧，好像是来了一个他的朋友啊，他说他要跟我玩对吧，他要跟我玩，房主到上面观战去了，然后这个房主呢换了个地图啊，这个地图呢叫做心脏地带，这里有个油田，哎，提前用狗守住咬死他。哎，我这个狗是藏獒对吧，他没有站到这个油田他就比较亏，然后我们直接出一个矿场了。这个地图呢比上一个地图要穷一点，这个地图没有彩色矿，非常穷啊，他开局被我咬死了一个肉人，
他就比较亏，对吧？他没有占到这个油田，他比较亏。然后那个左上角还有一个油田，这里还有个油田，对吧？我们停一条狗停在那个油田边上，防止他占领。然后他出了一个六人啊，有可能想偷我，我们直接造两个蜘蛛，两个蜘蛛呢可以防偷，也可以防止他占那个左上角的油田啊。左上角还有一个油田，不给他占。我有蜘蛛，他防空车出不去。然后我们蜘蛛呢兵分两路，哎，兵分两路走这里过来，看看能不能钻牛。哎呦，他这个牛在这里，在这里顶死了我的蜘蛛，我还有个蜘蛛啊。然后呢，我发现他没有站到油田，我站到油田，先甩个地堡勾引蜘蛛过来。哎呀，这个老是失误了，你看被他钻了一个坦克啊。他没有站到油田，我站到油田呢，我就不跟你玩花里胡哨，我直接两矿场，我就把基地给他卖掉。我卖掉基地，我有钱呢。他不卖基地，他守不住啊，他必须也要卖基地。你本来都没有站到油田，我卖了基地，我就有钱出坦克。他没有钱，他卡钱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他卡钱了，他还不卖基地，他就顶不住了。然后我们的坦克直接过来打牛，你看他感觉自己没钱了，兵都出不来，坦克出不来，他把基地一卖，说明这个对手呢比他的小弟要玩得好一点啊，比那个房主要玩得好一点，对吧？你看他明显这个基本的战法还是懂一点了，你看很凶啊，很凶，直接点我的坦克，我五个坦克了，他也五个坦克，但是他有动员兵，有动员兵不带好冲。我们利用这个蜘蛛，哎，坦克在前面吸引注意力，蜘蛛哧溜，哎，钻掉你一个牛，你把基地卖了，你没有维修厂，没有维修厂，他那个牛被钻了，他就爆了啊，修不好。然后现在你只有一个牛，我两个牛啊，耗的时间越长，你肯定耗不过我。然后他出了一个肉人要占这个维修厂，哎，打死你的肉人。然后你坦克过来，我坦克就直接给你点杀，把动员兵配过来。你有动员兵，我也有动员兵啊。然后你点我，我继续往后面说，不着急，我多他一个油田，多他一个牛，而且那个牛呢，你看又传染到另外一个了。我这个蜘蛛钻了个牛，又传染到另外一个，他两个牛都爆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守不住了，对吧？然后直接坦克过来点杀你的坦克，你没钱了呀，直接受不了，带走他啊。